今天姐夫要跟老爸干一票大的。来吧，我发现个赚钱的路子，就这儿，再玩一下午，至少能赚一千，是不是？啊，不是，下午也给一千块钱。对啊，你把眼睛都给一千块钱，没点表情。怎么回事？你看这娃娃，现场款，挂网上至少卖3000呢。干嘛？你这个偷人娃娃？你妈偷人娃娃干什么了？我问了，换那个娃娃需要10000张票，我上次花100块钱试了一下，出了1000张票，等于说再花1000块钱，哎，就能换那个娃娃，悬赚2000吧，悬赚2000。这不知道。一花100块钱出了1000张票啊，所以说一个智力正常的人花100块钱出好几千张票。对，一不就换了，到底在哪里吧？就信息差，很多人不知道那现在款，你看你就不知道吧？你那老板也不知道现在那玩意那么值钱。不用感谢，这来赶紧赚到这点钱，来，你先买20块钱先试试水。好吧，你先买吧，我钱有用。啊，再这样，这样你飞都行了，不怕咋个行？我负责这个区域。好吧，拿吧。学一下，学一下。你俩还是来偷娃娃。我跟你说，抓走我一兄弟，不抓摄像头，这边吐出来，跑了。哎，他不说，走，走。哎呦我操！哥，去哪抓了？爸，我这么多票了，你们票呢？不是，在这抓的嘞。那玩的不给票啊？这都不给票，全抓瞎。好，这帮人玩了啊！这得看什么预金天赋。刚才我在后面看他们玩了半小时了，我把这个币投进去，所有的现在我都画出来了。我操！不是，你看。当这个第二层到里面处，你把币从这投下去，它必须不到在这半边，就在这儿了。这些都是币稳下来，我的币，加点，走吧，能到里面人，好，现在，看好了。1/1/1不掉的几率，简单看好了。不用把它戳弄了，玩这游戏啊就怕上树，这扔下来分一分。你怎么冲了，现在这边不掉下来我俩输。好，你上不了你，谁够不过？差不多了吧？差不多了，花多少钱？差不多2000多块钱吧。行。你换那个太阳眼娃娃，咱收着点，收着点吧。老板开这么大的店也不容易，赚钱行。走。没意思的话，不都知道帮我取钱吗？不行吧，都在睡觉了。啊，来给我看看，给我看看。咱那些票换了个这个，你不是换个娃娃吗？我出钱的吧？那天走的太急，少看了，连换这娃娃10万。哦，又说等于3000块钱买入了。